帮我们讲一下说，就是这次的这个选举是不是还是支持这个游昌沛？当然的，好委你这都不用谈了，我们都进入党纪了，难道我要被开除吗？啊、哦，这是一个大是大非了啊、哦。那蓝白河沆瀣一气，共同沉沦，对政治光谱上啊、哦，黄珊珊只不过是泥版的韩国瑜而已。从九二共识到两岸家亲，那这很重要嘛。那个时候我们要踩得很死。我看啊，蓝白河柯P的年轻的白粉怎么去面对，柯P自己去解套。所以好，绝对不可能黄珊珊跟蔡其昌来搭配。不可能的事情啊，我刚才讲很清楚啊，还是大是大非啊，蓝白河他们自己负责，我们不可能。去换一个激烈的副院长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们要如何面对尤院长？这是我们党团共同决议的问题，好吧？所以民进党的底气绝对不能输，对不对？这个结构本来就不会输嘛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要输了，格调都输去了，而且受到侮辱。黄国昌一路在演假戏嘛，他就是在制造声量嘛，要掩护他们最后要支持韩国瑜。拿我们再当遮羞布，这是不可能的。